2077还没收到，打个字。
啊啊！你们在那边啊？没有，我们绕过去想要找你，发现你这样。因为那边有在抽烟呢，我就想说，算了，远离一下。哦，因为你们是要坐的啊，我以为你们是要撤退的。啊，还剩25分了，差不多了哈、哦。要走了吗？还到坐一下啊？叹什么气？叹什么气？才礼拜四而已。准备好要去大坑了吗？因为他们昨天是说要去爬山吗？对啊。对，那叫有几率触发吧？都消息都到苏凯这里来了。应该是敲假日吧，怎么可能平日去？我以为是那种类似团康活动那种。我觉得平日去也不错，因为人也比较少。假日去我觉得不太适合，很多人。花博结束吗？花博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对啊，那边真的超多人。他妈揪爬山？不是揪爬山，是公司的。行程，大家一起去的行程，全公司一起去的行程。这个周末没有啦，就是有对啊，有几率触发啦。我不能去那什么正常地方都走。健康，我们走健康路线的清流。可是要看他们爬什么吧，如果爬一号、二号有些人。九号、十号了。就散步啊！你给我背着小孩来，表现你对公司的忠诚。对，背着来，我看我连刚出生的小孩都背来了，你能不加我心吗？就是那么疯狂。够了，那么多人在抢的，不适合。没有，完全没有加分的效果。没错，因为你被埋在里面。加分的应该是主管群，对之类的。好了，这也只是聊聊啦，应该也，我是觉得也不太，不知道，很难说。难说。后来不是有点好像就是说还没有确定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聊聊而已啦，聊聊闲聊。考验他，是能不能随时应应公司的调整？没错。走吧，走吧，收工，收工。